今年的夏天，身边的朋友们只剩下我还在找寻 Mr. Right。 为了迎接30岁的到来，我为自己立下一个约定，来一趟寻找自我的旅行。来到森林环境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放松身心，听听看有没有听到一些树木对你讲的话。无论是那个追逐自我的勇敢做自己有活力的他，或者是那个文静的优雅的好奇心十足的他，加起来刚好成就一个生活充实的我。他手机好像没电了，这个给你，没关系，你拿去用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旅途中偶尔会有些小插曲，但总是在睡一觉过后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空气中弥漫着迷人的水蒸气，滋养了浪漫的分子。真巧，这东西要还你。好，谢谢。重新踏上旅程，总是惊喜连连。这个是我的相机，还给你。要一起旅行吗？原来每一次的邂逅都是美丽的插曲，这趟旅行我想未完待续。